哪种室友最让人崩溃？哪一种室友最让网友崩溃？我的答案是 B， 因为我觉得不洗头，你只要不要靠近他就好啦。可是打呼你是很难的，躲不掉的，真的。对，吴慧珍跟乙佑两个人谁睡觉打呼？倒是不会打，他都不洗头。但是没关系，不臭啊。那你多久洗一次？我除非自己臭到受不了他就洗。晚间六点，京都电磁庵全民追踪略。